栏目由选青冠名播出。他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，却一心要为北京寻找城市标志物。北京那么丰富一个城市，我应该能去找一些更好看的东西，代表我眼里的北京。他是一个天生爱自由的人，却安心在北京定居，并且当上了掌柜。第一天晚上回家，我说那个买了几件衣服，我买了三件，我说买了三件还不错了。故事房，老胡同里的杨掌柜。记录身边故事，这里是故事房。胡同是北京最具特色的风景之一，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叫做南锣鼓巷的胡同里。这样，我先带您去看看住在这条胡同里幸福的一家。这个个头1.9米的英国男人就是这家的男主人，他叫多米尼克，中国名叫江森海。他的妻子劳拉是加拿大人。江森海有仨闺女，老大叫王甜甜，今年8岁，随了自己母亲的姓；老二徐美今年4岁，随了照顾她的阿姨的姓了；而老三赵佳今年不到2岁，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。这个小丫头则随了徐阿姨丈夫的姓。这三个孩子成天是走东家串西家，全是小胡同串子。邻居们呢也都很喜欢这三个洋娃娃。老三特别爱我们对面的那个奶奶，她每天早上醒了下楼说出去看奶奶。这个环境对孩子特别好。晚上又在这儿吃饭，又在邻居隔壁吃饭，又在看阿姨家吃饭，可以带出去很多人家玩。对孩子来说这种环境非常健康。您听听这两口子地道的中国话，厉害。老姜说呀，他特别崇拜江泽民，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就给自己加了一个姜姓。胡同里的街坊邻居呢都亲切地叫他老姜。老姜跟街坊邻居打得火热，见到谁都爱聊天，无论是家长里短还是世界风云，他都能聊得不亦乐乎。喜欢住胡同的江森海呀，还在自己住的四合院的隔壁开了一家叫做创可贴吧的小店。我做了好多工作，这个是可以算是最好的。我在北京非常自由，我在英国一点也不自由。非常自由，对，我必须得自由。不自由我就不做那个。您瞧江森海的日子过得那真是舒心。不过您说这个创可贴呀一般是在药店里卖，那他这个店面怎么看也不像个药店呢？难道他就是在胡同里卖创可贴的吗？还真不是。要想知道江森海的小店里究竟卖的是什么，先得说说江森海一家最初来到南锣鼓巷的那段日子。那还是在2004年，江森海还在四处打工，他对老北京胡同的京味十足的生活向往已久。当他们得知南锣鼓巷的一个四合院里有间空着的屋子要出租的时候，夫妻俩立刻就去看了房子。原来做杂志的，做编辑的，我看了一个小广告，在我编辑的那个杂志写了这个房子，说有一个要租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，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房子。我说行，过去看看，到这儿乱七八糟，那个根本没房租，就决定了试一下，就试一年。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，明清以来这里一直是富人区，居住过许多达官贵人、社会名流，清朝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、末代皇后婉容的娘家、国画大师齐白石、文学巨匠茅盾等数十位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聚集于此。但是搬到锣鼓巷的时候，这条街可能 那时候才有两个店，没有服装店，就有一个过客，一个西餐厅，还有一个中餐厅，晚上特别安静。然后我就在北京还是这个样子，太好了，
不想走了。搬到南锣鼓巷，江森海一家从此过上了悠闲自得的生活。渐渐的，邻居们发现老江有一个奇怪的嗜好。我们家女儿小时候用的那个暖瓶，都用了好多年了，那底儿因为都是铁皮的，那底下都糟了、锈了，我就准备扔了，还没大的用着了。结果那天老江去了他们家，哎呦，康阿姨，你这暖瓶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那你给我吧。我说你要它干嘛使？我有用。完了，我说拿走，赶紧拿走。我一直就喜欢就中国的这些暖瓶，又是铁的，又是特别的美。其实江森海搜集这些别人不要的东西已经有些日子了。自从搬到南锣鼓巷，他越来越喜欢折腾这些破破烂烂，什么炒豆胡同的路牌、红金鱼的脸盆、旧钟表、半导体收音机、过去家家必备的痰盂、破书架、瓷杯，他的家里堆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他买的最多的是表。特别多，你知道了，我们家有大概不到50个，我觉得特别多。他那个样子，他都不行了。周围邻居们看着老姜，今天搬个破书柜，明天搬个破沙发，都觉得稀奇。老外就是老外，行为举止啊，还真是跟咱们不一样。他不仅疯狂地搜集一些个别人看都不看第二眼的破铜烂铁，关键是他还把搬回来的破烂一件件地摆好了，照张相片挂在墙上。您说这老姜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？看到这里您可能要猜了，老姜那个叫创可贴的铺子该不会就是个旧货市场吧？您又猜错了。那他到底卖什么呢？这还得先跟您说说老姜的另外一个嗜好。江森海对摄影的迷恋由来已久，这个喜欢四处游荡的英国男人17岁就离开了家乡，带着照相机去了很多的国家。我喜欢摄影，但不是说明我做得好，我就是玩的做。我那些照片就是跟我不会说是当艺术，我就是搁家里，自己看。但是，这个拍照我是靠这个来，找灵感。说到这儿，我要给您表表老姜的中国情节。他初次来到中国，抵达的第一个城市是青岛，可是刚到青岛，他却病倒了，加上没有亲人在身边，老姜感觉在中国很孤独。等病好了，他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来到了北京，起初在一所语言学校里教英语。那时候在北京城里，无论你干什么，外国人的收费标准和中国人都不一样。可是老姜是个穷人呢，他口袋里的钱早就在周游世界的时候花得差不多了，因此这个外国人起初并不喜欢中国，就想赶紧挣点钱之后骑摩托车去澳大利亚。慢慢发现就是北京有一些好玩的地方，然后因为没钱的原因，我就爬到一个中国人家庭去住。那时候老外都不可以住中国人家庭，一个月给他们800人民币，然后他们给我3顿饭，一个自己的午睡觉，但他们也不会英文，我也不会中文，然后我学的中文学的特别快。后来为了生计，老姜也做过翻译，开过市场调研公司，接触的人多了，聊天的机会也就多了。聊着聊着，老姜就发现其实这个城市有一些很有趣的事物。业余时间，他就背着他的照相机出去拍照。他拍的照片既不是人物照，也不是风景照，竟是些不着边际的物件，什么地铁站牌、公交站牌、楼号牌、灭火器标志、马路上的路牌等等等等。这些玩意儿全是老姜镜头里的主角。他就觉得那个60年代、70年代的东西特别有意思。江森海越来越喜欢北京的味道，喜欢北京浓浓的文化氛围。他说这些东西都能够体现一个老外眼。